想带你跑去看一场演唱会，想你的故事在我怀中流泪，想和你背包走遍天南地北，想你和我尝尽人生的滋味，想下雨时下三场雨。我爱你、啊、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，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。三二一，爱就像蓝蓝的天空，轻轻的湖水。和最好的梦里，我往前你退后，虚无的存在感也能放下我，抛弃我，瞬间放弃云游，秒回的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抖音上爆火的蹦床馆，呱呱带你一探究竟，场地超大，十几个娱乐项目足够我在这待上一整天。跳进软绵绵的海绵池，还能看各种小哥哥花式炫技，反手就是一个扣篮。馆内的教练颜值技能双在线，轻轻松松飞檐抖壁，连公主抱也是轻而易举。最受欢迎的爆米花，天堂地狱就是一秒之间。甜甜圈也收获了我的尖叫新高度。蜘蛛贴的正确游玩技巧就是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几十块不同大小的蹦床，怎么玩都玩不腻，还等什么？快约上朋友一起打卡呀！抖音。